大家好，我是阿豪，今天我来开箱杨家酱的麻辣锅。你有吃过杨家酱吗？没有啊。没有。对啊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吃看看它到底好不好吃，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料。好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它的料有什么。它的料有。等一下。干嘛？啊，你脚张那么开是怎样啊？我最近射物线有点肥大，医生说要开一点，不能挤压。这不是重点啊。对啊，是啊。然后它有鸭血跟贡丸，我是不是要夹起来给大家看？我觉得要鸭血，可是我好像一直把它夹断，然后贡丸。它还有大屋臭臭锅不可或缺的臭豆腐，你是夹不起来是不是？我夹不起来，它一夹就断，非常的嫩 Q。它还有附赠一包汤，它汤就这么大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两三个人吃的话，可以吃个两天没有问题。不过单单只吃这三样东西。当火锅的话很没有意思，所以我又买了一盒羊肉，随便买的，我也不知道它嫩不嫩，好不好吃。一盒牛肉、豆皮，还有火锅中的霸者蛋饺，还有半颗高丽菜。那我们就直接去拿去煮，来看看我们的成果吧。拍好了没？好啦。好了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牛羊双拼羊铁心推荐超级无敌麻辣锅。会不会太长？会，超长。没关系。举不起来。这个，我看看啊，这就切超诶，非常的丰盛。我刚刚买了什么料都给它丢进去了，我觉得我今天吃不完，怎么办？我们来喝看看它的汤，听说很辣，哦，好喝呢，它不会很辣，我觉得它算是小辣而已吧，然后。就跟一般的麻辣锅一样，就是麻麻的，没有人家讲的这么辣，所以我终于不用担心这个太辣，我要加开水，因为这锅有点多，开水不知道该怎么加。好，那这锅就可以准备端出去了。那你那个什么，那个洗手巾怎么怪怪的？你说这个吗？对啊，那个什么颜色看起来那么恶心？你真的想知道啊？对啊，那个跟那个旁边那个米酒罐颜色一样的嘞。哪有？这米酒罐是透明的吧？瓶子啊。哦，瓶子的。为什么它变这样？我真的不是很想讲，因为我昨天，因为我觉得我太胖了，所以我昨天去抽脂啊。我跟医生说，医生那个我这个脂肪啊，我想留着当纪念，所以可不可以让我罐在里面？让我带回家，所以你还带瓶子去？对啊，我怕太多啊，我不能拿太小。OK， 那我们就端出去吧。很大吗？还好啊。还好。还好，很大吧？好吃吗？还行啊。那如果以你来说，你觉得我这锅牛羊双拼羊铁心超级无敌麻辣锅，干嘛要工作啊？他叫我闭嘴。好像少几个字哦，请看 VCR。牛羊双拼羊铁心推荐超级无敌麻辣锅。你觉得麻辣锅你可以打几分？满分是几分？满分是十分。我靠，很好，看个七分嘛。是七分吗？好了，那我来试看看它的鸭血。就是鸭血，你在说废话吗？可是我觉得比外面的鸭血
好吃多了、欸，外面的鸭血都不够辣。这个也不够辣啊。是没错啦，我刚是靠芋头。这个万恶的东西怎么可以出现在这个锅子里？这个哪是？这不是芋头吗？不然这是什么？够臭，可以。觉得我把它煮了这么久，它算是很入味，吃起来蛮好吃的。啊，他来之前不是就已经煮过了吗？对啊，所以再煮一次算是第二次的入味吧。嗯。然后他之前同事买的时候啊，他送来的时候是热的。是哦。对，他是热的，然后这次是冰的。听同事说是因为宅配的问题。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店员送来，他是用黑猫在那边，所以他这次是冰的，所以自己还要再煮。然后总结来说，我觉得这锅 CP 值算蛮高的，它的料跟它的汤500块而已，可以让你吃两天，因为你汤不一定会全加，可以让你吃两天、啊、吃起来什么感觉？就是。它算是小辣，麻辣锅里面算是小辣，然后麻麻的，可它后劲很够。对，后劲很够，它吃到最后真的我满嘴都辣，真的是辣到不行。它的臭豆腐真的很好吃，我觉得它臭豆腐真的很棒，吃起来就是很臭，然后我也觉得，对，真的很好吃 ，QQ 滑嫩滑嫩的那种感觉，不会像是外面吃那种臭豆腐。感觉好像都是那种几口几口的那种感觉，再来它的鸭血没有腥味，然后也比较辣，吃起来就是跟外面有差，跟外面比有差。真心推荐大家可以买这锅，真的想吃的话，尤其是像这种跨年啊、什么连假、冬天很冷，真的可以买 ，CP 值真的很高。啊，它里面还有芋头，芋头也很好吃。芋头这种万恶的东西，我基本上是不吃的。不过，我们的常进人就这么说了，那就这样吧。そなたの料理を10点満点で採点せよ。十分，满分十分就是十分。你要什么？你给七分吗？你可以改十分吗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我怕你骄傲。好吧，那我的影片今天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可以在我影片下面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也可以帮我订阅。我是好好，拜拜。